为了让合作营会当有国际观的学习竞争力，中华县政府积极推动双语教学，以及国际教育扎根校园。31号举办110年度大专青年学生暑期共同营义甲 AI 教育社团活动结业式。馆长王惠美特别感谢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涉及伫本馆的优秀青年学子，会当利用休赖期间欢迎服务，和中华馆学子的营义向下扎根。馆长王惠美颁奖予全青奖的学生，感谢因伫咧休赖期间为馆内小朋友提供线上营义甲 AI 教育课程。为了要让学子国际馆的学习竞争力，中华县政府积极推动双语教学，以及国际教育扎根校园。在今年的休赖期间，举办大专青年学生暑期共同营义甲 AI 教育社团活动，让国小的小朋友会当透过网络来学习。馆长王惠美表示，感谢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涉及伫中华县的优秀青年学子，会当利用休赖期间返乡服务。和中华馆的学子营义向下扎根。一个这个暑假期间，那因为今年刚好疫情来作乱哈，那不然的话会更加的精彩。那但是呢，也让我们这个把这个数位学习的部分也加强起来。那让这个，我想后续大家还可以继续再跟孩子们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指导跟提点。那我想这个这段时间来，因为我们这些同学们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应该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学习哈，这个教学相长，教学相长，在你教授他们的过程中，我相信你也从他们身上学了非常的多，包括你要怎么安抚他们，包括在这个课程中，你要怎么去设计更好、更有吸引力的课程啊，来这个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想在这边再次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来大家的一个付出。那我们希望说，更多的青年朋友。毕业之后也能够回到彰化，我们一直在努力营造一个好的发展的部分。基本所举办以英语为主的营队，中华县政府嘛规划全县各校结合民间以及政府各项资源，运用英语整治专长教师、英语代课教师量力课后照顾，并且扩大引进34位外籍英语教学人员到学校驻点教学，善用各方资源甲能力，提供予学子学习。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采访报道。